帅。Thank you.
是大家今天在空空包里中感到一两百八十。我刚才在唱的时候，我一直想到，大家有看到日和吗？有。日和有一集是那个，就是这个名字，我三月的时候有在京都住大概一个礼拜，就是住类似这样的地方，然后每天都去洗那个钱汤，就是付钱去洗澡堂。日和有一集就是那个钱汤大特价。钱汤大特价，他就说我要去洗，结果大家都这样想，但那钱汤里面都是人。我想说这个地方爆有爆满过吗？有，是不是就像那种感觉？所以那个还是非常感谢，希望大家今天用一种小时候玩大魔界村的心态来看这场。